If I die, I delete one of my videos. I'm hard dropping, boy. Alright, there's like two people dropping here. Alright, it should be good. For,我不可以因为收集物在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他们给我老干妈，这个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，但是中国人说这是非常好的chili sauce，所以现在每天我老干妈在西凉话，我有很多很多老干妈，不是广告。 老干妈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个。我是指越来越embrace中国文化，很多中国人说老干妈是中国文化，所以每天我吃老干妈跟西兰花非常非常非常好，我很喜欢。